彩蝶瀑布，期待。我很久没有穿这种溯溪装了，哇！回忆杀，20年了。我们今天也在行脚哎，对，哇。20多年前，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行脚类节目，就好像回到家一样，很亲切啊。来，我们开始要攀爬喽，大家注意哦，攀爬注意哦，不行的话就拉一下。好 ，OK。你先站，我在旁边来。好，你看他一下，没问题。因为他们有时候比较没有经验，你压后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轩哥，这对来说是小 case 吧？哎，非常非常小 case。这个是等级二啊。已经算是瀑布了吗？这是蓝沙发，就先体验一下。哎，所以我们要爬上去啊？对，我们要攀岩上去。哇，这要注意了。那你要先吗？我先爬。好。那个谁，还是要压后。好，你们中间。嗯。眼睛完全张不开，我很怕眼睛被冲掉，然后我接下来那一趟全部都是模糊，就是因为我是高度近视，我已经快1000度了。清文哥等于变成第三个教练，然后就帮我们做那个确保，好安心哦。我怎么都看不到，好紧张啊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厉害哦，厉害啊。他林森姐好像运动很强哎，嗯，第一个他身体轻，然后手脚长，所以他很好去找到，着力找他就可以上来了。啊，好棒哦，姐！哇塞，好棒，这个很不容易，我觉得好没安全感，一开始觉得。你看他马上就上来了，你看运动员就不一样了。体力担当好啊！啊，小心小心，先踩稳了，先踩稳。第一关过了。来，厉害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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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同志们，1、2、3，加！